浸泡了一个晚上的鸡爪已经超级入味了，鸡爪冷水下锅，加葱姜，料酒去腥，煮15分钟，捞出过凉水洗净，加多点蒜末、小米辣、3片柠檬，倒入一袋泰式风味汁，再抓拌均匀2个小时，就可以开吃了，超级酸爽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